说我是清汤老大爷，清汤老大爷，清汤老爷，对，清汤大老爷，清汤大老爷，老大爷，不好意思，没背好，清汤大老爷，对，说那个有一个修罗场的戏，我跟景还有相柳还有那个你的那个好朋友那个狗，李如场，李如场，对，对他是原生，他原生就是他真的是狗神，对，然后那个就是那场，说到这个，就是那场戏的时候说，好像我是一个清汤老大老爷，对，这个。说我是清汤老大爷，清汤老大爷，清汤大老爷，对对对，清汤老爷，大老爷，清汤大老爷，老大爷，不好意思，没背好，清汤大老爷，对，说那个有一个修罗场的戏，我跟景还有相柳还有那个你的那个好朋友那个狗。李如场，李如场，对，他是原生，他原生就是他真的是狗神，知道？对，然后那个就是那场，说到这个，就是那场戏的时候说，好像我是一个清汤老大老爷，对，角色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嘴，是小妖，抖音的朋友们。感谢你们今天可以来到这里，这是我们长相思第二季，谢谢，欢迎大王姬来，三二一，欢迎长官。不敢接话，小小的回应一下。谢谢大家，实至名归，实至名归。清汤大老爷，对，清汤老大爷，清汤大老爷，老大爷。不好意思，没背好，清汤大老爷，对。说那个有一个修罗场的戏，我跟景还有相柳还有那个你的那个好朋友那个狗。李如场。李如场，对。现场的所有媒体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子，也是小妖。我今天带来的是这个草药集论，也是小妖的，对，然后今天带这个道具给现场送给大家，送吗？我也可以，你说了算。对，送给大家。想要吗？行，我们先候一会儿哈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请来。我猜你也想看我清白，直到你睫毛轻纱。这个说我是清汤老大爷，清汤老大爷，清汤大老爷，对对对，清汤老爷，清汤大老爷，老大爷。不好意思，没背好，清汤大老爷。对，说那个有一个修罗场的戏，我跟景还有相柳还有那个你的那个好朋友那个狗。李如场，李如场，对，他是原生，他原生就是他真的是狗神，知道？对，然后那个就是那场，说到这个，就是那场戏的时候说，好像我是一个清汤老大老爷，对。会跨过山海，你可以入梦来。关于一个个人的成长，所以在诠释的过程当中，杨子应该有很多的感触。对对对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个《长相思》这个戏，然后小妖这个角色我也非常喜欢，所以很多时候感同身受，跟着他一起哭啊，一起笑啊，然后又认识了这么多的好朋友，我会觉得收获真的非常的多。好的，那这个是杨子的第一个。这是一颗星星，可以打开看一下，真的，他俩是巨大的吗？对，星星，真的是星星，真的星星，真的星星，是可以在官网上那才可以查到的，它是有坐标的，对。因为小丫儿最想过的就是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日子嘛，然后所以这个星星的名字就是命名的就是昊灵王姬九瑶，对。然后这个星星是做客在天蝎座，然后是我们子姐的星座。然后他的纪念日是我们长相思一首天开播的日子。哇，可以看一下。对，然后他一会儿我可以给工作人员，他是有一个编码是可以扫到那颗星星是有动图的，是可以拍到的。所以我们也希望小妖可以。
我觉得我可能想再去一次西藏吧，因为我前几年去录国家宝藏，然后我当时演那个文成公主，我去了布达拉宫，然后我当时去了以后非常的震撼，但是因为我当时有那个高原反应，所以我可能没有太那个长的时间在那边游玩，所以我希望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再去那边感受一下。清汤大老爷，清汤大老爷，老大爷，不好意思，没背好。清汤大老爷，对，说那个有一个修罗场的戏，我跟景还有相柳，还有那个你的那个好朋友那个狗刘场，刘场，对，那个狗，对，他是原生，他原生双头，知道，狗神，知道，对，然后那个就是那场。哦，收道具了。就是那场戏的时候说好像我是一个清汤老大老爷，对，说特别顺口。好，清汤，给大家安利一个好玩的地方，欢迎大家来这个烙岭千年枣树林玩一玩，这是我现在拍戏的一个地方。对，然后我觉得这边就是我真的以前没有去过，在山东的一个地方，烙岭真的很好。然后他现在正在开发这个影，我为什么要给这儿打广告？就是莫名其妙。那个还是欢迎大家来北京吧，来北京玩吧，我的家乡。对对对，真话和北京女孩。我去，在那拍戏。哎，真的，我们那儿建的很不错哦，建了一座唐城。对，投资了是吗？我没有，我一分钱都没有投。发出了一些尊敬的邀请哈，各位有空可以去探个班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可能想再去一次西藏吧，因为我前几年去录国家宝藏，然后我当时演那个文成公主，我去了布达拉宫，然后我当时去了以后非常的震撼，但是因为我当时有那个高原反应，所以我可能没有太那个长的时间在那边游玩，所以我希望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再去那边感受一下。无关风月，我提须等你回，手术无愧，无惧人间是非。雨打蕉叶，又潇潇惹今夜，我等春雷来提醒你爱谁。长相思二，结局不虐。第二季不虐的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第二季我觉得最后每个人对他们来说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其实，在他们的宿命当中，我觉得都是幸福的。所以，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看我们剧，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不虐的、开心的、happy 的。对，尽情看吧。Nice. 就是那个，说我是清汤老大爷。清汤老大爷。还是。清汤大老爷，老大爷，不好意思，没背好。清汤大老爷，对，说那个有一个修罗场的戏，我跟景还有相柳，还有那个你的那个好朋友那个狗，刘场，对，那个狗，对，他是原生，骂人，他原生，双头，知道，狗神，知道，对，然后那个就是那场。
说道具了，就是那场戏的时候说好像我是一个清汤老大老爷，对，说得特别顺口。好，清汤大老爷就是大家玩的一个朋友。杨子今天在长相思见面会的造型，这是妥妥的民国千金大小姐啊。入场时一身青中式长裙闪闪发光，小披肩上的流苏轻轻摇晃，盘起的头发端庄又优雅，但下一秒念错台词时的反差，说我是清汤老大爷。清汤老大爷，对，小妖轻点美，杨子简直就是生徒的生，现在状态也太好了吧。就算过去再美好，可还是要往前走，过去就是过去了。完了。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段这个名台词的名场面的背景。这个是文小六时期的，对，他还是在清水镇的时候，所以刚才压低了我的嗓音在说这段话，找到六哥的感觉了。对，好久没有那种感觉了，刚才突然有点不适应。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喜欢我是清汤老大爷。清汤老大爷，还是老爷，对对对，清汤大老爷，清汤大老爷，老大爷，不好意思，没背好，清汤大老爷，对，就是那个，说我是清汤老大爷，清汤老大爷，还是老爷，对对对，清汤大老爷，老大爷，不好意思，没背好，清汤大老爷，对。说那个有一个修罗场的戏，我跟景还有向柳还有那个你的那个好朋友那个狗李永场对那个狗，对，他是原生，骂人的，他原生双头狗，狗神，知道。对，然后那个就是那场说道具了，就是那场戏的时候说好像我是一个清汤老大老爷，对，说得特别顺口。好，清汤大老爷就是大家玩的一个朋友。我觉得我可能想再去一次西藏吧，因为我前几年去录国家宝藏，然后我当时演那个文成公主，我去了布达拉宫，然后我当时去了以后非常的震撼，但是因为我当时有那个高原反应，所以我可能没有太那个长的时间在那边游玩，所以我希望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再去那边感受一下。3、2、1，风影掌管暑期港大神。不敢接话，应该不会吧，说吧，完了，素名台词，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，你们是没扭那两下，明明这里头有两到三种不同的这个题目，所以来吧，名台词、对，你来还原一个。我的心太小，装不下整个世界，只装得下一人。你怎么打乱他呢？再来一遍完整的，刚才中间出现了一些声音。来，我们让这个邓维再来一遍这个完整版。我的心太小，装不下整个世间，只装得下一人。哇，还是那么人生。好，同意。因为我要上战场打仗了嘛，所以我就拿了个军令状。长相思剧组二年级手势舞来了。抖音。
欢迎大家，好了好了，欢迎大家，真的许久不见，我相信我们所有的相思豆都非常的怀念各位。我的心太小，装不下整个世界，哇，只装得下一人。哇，再来一遍完整的，刚才中间出现了一些声音。哇，来，我们让这个邓维再来一遍这个完整版。我的心太小，装不下整个世界，只装得下一人。哇哇，还是那么温柔，所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场景的还原，它的背景故事是。背景故事还用还原吗？景的心里只有小妖啊，那么多钱都不在乎。得到了。好，可以。所以我觉得还是最温柔的涂山璟，还是最坚定。谁来到我们的现场呢？哇，老板，欢迎杨紫。Hello 呀，我这鞋有点高，慢点走啊。慢点。谢谢。好，没事。好，你先说嘛。没有错，没有错。说完了，还有其他的，我不要质疑我们。还有，没台词，我看看。对，我们看一下有什么。那些女人我全都不要，全都赶走，我只要你。哇，非常有爆发力。这段台词的这个故事背景，跟大家再回忆一下。某妖被我摁在了那个椅子上那段。嗯，是吧？是这个段，刚播完嘛。嗯，还没播呢，哥。还没播吗？那就是我在出了吗？看到这片段了，那应该是预告。那预告，预告里告的，反正我看到这段了，摁在椅子上，然后跟他说那些女人我都不要，我只要你。现场就有一种奇怪的解读。好了，这个是我们在预告。新汤大老爷。清汤大老爷，老大爷。不好意思，没背好，清汤大老爷，对。说那个有一个修罗场的戏，我跟景还有相柳还有那个你的那个好朋友那个狗刘场对那个狗，对他是原生，他原生真的是狗神，我知道。对，然后那个就是那场收道具，就是那场戏的时候说好像我是一个清汤老大老爷，对，说特别顺口。好，清汤然后大家真的是已经声音大到我们彼此都听不见彼此的说话，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相思豆的这个陪伴跟支持，然后也有很多走心的这个评论。 OK， 就算过去再美好，可还是要往前走，过去就是过去了，完了。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段这个名台词的名场面的背景。这个是文小六时期的，对，他还是在清水镇的时候，所以刚才压低了我的嗓音在说这段话，找到六哥的感觉了。对，好久没有那种感觉了，刚才突然有点不适应。嗯，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唱的。哇，欢迎杨紫。Hello， 我这鞋有点高，慢点走啊。慢点。谢谢。好，没事。好。哇，小妖来，欢迎邓维。邓维好帅，杨紫好帅。来，欢迎大陆娃。OK， 让我们掌声欢迎各位主演。Hello， 我这鞋有点高，慢点走啊。慢点。谢谢。好，没事。好。哇，小妖好美。欢迎邓维。小心台阶。邓维好帅，谭健次好帅。来，欢迎大陆娃。好美。大家好，我是邓维，然后也是涂山璟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礼物呢，就是金色的小狐狸，然后祝大家大荒首富，祝大家财源滚滚。哦，送我啊！然后你选一个，选一个，来，我帮你打开它吧。不好开吗？我来帮你看。
名台词还原，现场给大家来还原一段名台词，有吗？有备选的。OK。就算过去再美好，可还是要往前走，过去就是过去了。完了。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段这个名台词的名场面的背景。这个是文小六时期的，对，他还是在清水镇的时候。所以刚才压低了我的嗓音在说这段话，找到六哥的感觉了。对，好久没有那种感觉了，刚才突然有点不适应。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小妖这个角色。整个世界，哇，只装得下一人。我怎么打断他了？准备听见，现场节太大声听见了。Sorry。对，你为什么要选择缓和焦虑给小六还有这个小妖？我希望，因为我们这个新第二季很虐。所以我希望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，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追剧，支持我们长相思第二季，然后大家每个人都开开心心。对，谢谢，收到了杨子的祝福。接下来婉一，你放了什么在里面？你放了什么？谁来到我们的现场啊？白杨子。Hello。 我这鞋有点高，慢点走啊。慢点。好，没事。啊、小杨再见。在我心里了，小杨，好美。那位好帅，杨子好帅。来，欢迎露露娃。OK， 让我们掌声欢迎各位主演。对，谢谢啊，让他放下。是前年，零二二二年，
然后那一年我们奋斗了，在横店奋斗了半年，其实经历了很多非常美好的回忆。到现在每次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，那些回忆都能够马上浮现在眼前。所以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喜欢我们这个戏，然后第二季也希望大家你放下多多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，我们从杨子开始。好，现场的所有媒体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杨子，也是小妖。我今天带来的是这个草药集论，也是小妖的，对，然后今天带这个道具给现场送给大家。送吗？你说的送。对，送给大家。想要吗？你说我是清汤老大爷。清汤老大爷。对对对，清汤清汤大老爷，老大爷，不好意思，没背。我的天雷却找不回来。杨子，你说一下你的这个连线的理由好不好？第一个是我先连了张婉莹，因为我非常确定她是个婉，就张婉莹嘛。好，你上一辈这就连上了。说她应该是粉丝那个称呼叫张婉莹，对吧？她，所以我就连了她。然后第二个相柳，她这个穿山甲，因为她老是那个一会儿防风被，一会儿相柳的，就是她会隐那个。隐藏伪装，有马甲，有马甲，对马甲，脱了那壳不就变成了相柳？我就这么把它给连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是突然警告我的，所以我就连上去了，应该肯定没错。答案本人告诉你答案。刚才第一个的他，然后我剩下的我就自己觉得我是凤凰花嘛，就连了。下面就是小太阳，然后这个火山就是赤水的风龙，很热情，火山很热情。应该是这样。这个是杨子的这个解答。相思何处可寄，笛声也风苍扬，流水空山落下，你的身影如画，破命运的谜语
界的流离，爱的宿命一步一去难逃避。好激动啊，因为感觉到前面有很多的人，然后爱我们的观众朋友们，第二季要跟大家见面了，其实我们都非常的忐忑，但也很兴奋能够跟大家在这里相遇。我刚刚看到这个短片最大的感触就是我那个时候好圆呐、然后大家好像经历这个戏以后都变化了很多，但是会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前年零二年，对，然后那一年我们奋斗了，在横店奋斗了半年，其实经历了很多非常美好的回忆。到现在，每次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，那些回忆都能够马上浮现在眼前。所以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喜欢我们这个戏，然后第二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多多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子。现场的还有我们线上的相思豆打个招呼吧，我们从杨子。相思豆粉大家好，我是杨子，然后我也是小妖，今天见到大家很开心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长相思第二季耶、大家好，我是小婉意，是相思豆粉的汤泉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长相思第二季。大家好，我是郑维，然后也是我们的第三季，然后今天很开心跟大家见面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《长相思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相思豆们好，我是阿念，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，也是大陆娃娃娃。大家好，我是娃娃玉，在《长相思》中是四手风喉，今天很开心和相思豆们观众朋友们见面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天赐，很高兴今天在这儿见到大家。快走了，第二张可爱，我比较有意思，刚刚拍三张来第二张，换一个 pose， 换一个表情，三二一，可爱，再来一张，再换一个 pose， 三二一，好了，谢谢谢谢我们六位给大家送上的第二重的福利，那完成我们长相思的画卷，来，我们各位一起吧。小朋友还有那个小朋友，因为我们的心脏，所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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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心
手上都有这个相思豆啊。来，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摄影师。唱一下，哎，大家也知道十七嗓子不好，所以说不会唱歌了，大家一起来好不好啊？你们可以帮他一起吗？可以。那我喊三二一，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好。三二一。骗人！你们怎么都不唱？你个骗我！第一句把我醉了。谢谢你们帮十七答对了这题，来听下一首音乐。妙选择缓和焦虑给小六还有这个小妖。因为我们这个系列要进红遍了，所以我希望无论是系里还是系外，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追剧，支持我们长江四第二季，然后大家每个人都开开心心。对，谢谢，收到了，收到了。感谢在座的每一位粉丝朋友们对我们的喜爱，然后我们也非常的感谢你们。这部戏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，当时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，我们一起期待第二季的播出，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人可以一起来支持我们这部戏，大家好好护剧，然后好好的爱护我们里面的每一个角色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可爱。谢谢大家。因为我们这个戏第二季很虐嘛，所以我希望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，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追剧，支持我们长江四第二季，然后大家每个人都开开心心。是玉吗？是玉吗？是。来唱一下。哎，大家也知道十七嗓子不好，所以说不会唱歌了，大家一起来好不好啊？你们可以帮他一起吗？那我喊三二一，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好。三二一。骗人！你们怎么都不唱？你个骗我！第一句把我醉了。吻过你的暖，吻过你的唇，吻过你的真，心不在。来。谢谢你们帮十七答对了这题，来听下一首音乐。要完了完了完了！提醒一下，第一句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。我大胆的托起就此生的拥有，便要长情在左，你在右。去的悲欢几藏口，相见在人间的心上不远。哎呦，咱们这音效配合实在太好了。也爱人间烟火。哇，准备听见现场节太大声了，听不见。Sorry， 对，你为什么要选择缓和焦虑给小六还有这个小妖？因为我们这个戏第二季很虐了，所以我希望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，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追剧，支持我们长江四第二季，然后大家每个人都开开心心。对，谢谢，收到了，收到了杨子的祝福。接下来婉一，你放了什么在里面？你放了什么？欢迎大家。好了好了，欢迎大家，真的许久不见，我相信我们所有的相思豆都非常的怀念各位。我来吧。好，杨子。长相思。唱一句。我不好意思，我降低了，低点儿，低点儿嗓子。我的秘密，看时间的流离，爱的森林里不会去。难逃避，我只剩一世。
到现在每次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，好像那个回忆都能够马上浮现在眼前，所以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喜欢我们这个戏，然后第二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多多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我觉得杨子一直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要送给所有相册的第一份相思礼，台阶都搬上来了，还有这个手上的红豆也得送上来，对吧？又陪着孩子看。来，我们第一排中间是小妖，然后是黑龙，对，苍玄。第二排是相柳，然后贝，对。手上都有那个相思豆啊。好，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师，然后旁边这个3、2、1，拜拜，谢谢六位，好了，谢谢，我便扶一下，对，扶一下好吧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各位，有请工作。看时间的流离，爱在森林里未知难逃离，我置身于世外，却下眉眼去关心，不听不看守着爱清醒。大家这么喜欢《长相思》，然后大家多多关注《长相思二》。好，欢迎大家，好了，欢迎大家，真的许久不见，我相信我们所有的相思豆都非常的怀念各位。相约每月九号现在。心都可以配啤酒，就配啤酒，嗯，又是夜宵类的，夜宵类的。邓伟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来来回回这几个字，杨子有没有新的词儿？你带我几个字？还有音效？你带我？四不算音效。你带我？对，你带他。我懂了。好，满意。形容差不多了吧？最后两位是最难形容，两个字。跟他说两个字，不能出现任何一个字哈。没事，你形容什么？我现在也猜到了。啊，还有他用动作也行。啊，行，上动作了，可以。同意要补充什么？就解释一下那个呲呲啊，翻个面。翻个面啊，翻个面，很简单的。烤肉，来。恭喜答对。
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一段相思秀来欢迎各位主演。月照白衣尘不染，水波微漾杏孤影，你们猜出他是谁了吗？让我们欢迎拥有九格处理器的海底妖王上柳大人谭剑刺。鲜衣怒马逞沙场，傲气凛凛风骨浊，你们猜猜他是谁？哎，让我们欢迎拥有一颗懵懂炙热少年心的大荒好友赤水逢龙王弘毅。存冰心，皎皎不受尘，你们猜猜他是谁？哎，让我们欢迎永远率真永远纯粹的大荒好友阿念，欢迎带路娃。愿我如星君如月，夜夜流光相皎洁，你们猜猜他是谁？让我们欢迎温润如玉的大荒首富涂山璟邓为。自古深情难相负，独坐江山长相思，你们猜猜他又是谁呢？让我们欢迎气场全开的西岩画诗人苍玄。从此为行乐，闲愁奈我何，你们猜他是谁？让我们欢迎大王姬小妖，欢迎杨紫。看后面，看后面。好，你有答案了吗？我有了。你答案是？凤凰花，凤凰花，凤凰花，凤凰花。恭喜，恭喜！这位同学有些许的激动。谢谢老师，恭喜同学们。长相思，唱一句。不好意思，我降低低点吧，歌手。看世界的流离，爱在此迷离不离，难逃避。我置身于世外，泉下悲咽之惋惜，不停不忍守着爱栖息。哇，好听。谢谢，我们这样子一直很漂亮。
欢迎大家，好了好了，欢迎大家，真的许久不见，我相信我们所有的相思豆都非常的怀念各位。